你为什么穿成这样啊？海风有过，抱住肩，铁面无私，别出剑。相互好借，来相助。各位大侠，贵姓啊？我叫展昭。 贼偷了人家洗澡，就该把他拉出去千刀万剐了。让他滚！彩晨，彩晨，我是聂小倩。漫长的青春期往往伴随着无所适从的焦虑。 所以，大多数青春期的少年们都会陷入对偶像的迷恋，以缓解焦虑情绪。我的偶像呢，就是他。史上最浪漫的约会，做梦。